杨书记、楚校长以及北京开放大学全体教职员生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在台湾以空中大学校长的名义祝贺北京开放大学60周年校庆生日快乐。10年前，2010年，北京广播电视大学50周年校庆，当时我也是空中大学的校长，当时我是用书面贺词祝贺北京广播电视大学生日快乐。10年后，2020年，科技发达进步，我们改用视频方式来祝贺北京开放大学60岁生日快乐，祝校运昌隆。北京开放大学跟台湾空中大学贵我两校，过去一直有很好的交流互动参访活动，在2011年，我们更进一步有两校互相交换学者研究。在2012年，在我校长卸任的时候，我也曾经到北京开放大学交换学术研究1个月，对贵校留着很好的印象。2020年，世界各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传统的实体教学已渐渐被远距教学、网络教学所取代。贵我两校都是属于远距教学型的大学，也将是未来教育的主流。我们期待贵我两校秉持过去合作的基础之下，继续推动两校在远距教学上的合作，让我们用教育来改变一切，用教育来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准以及知识水平。最后再一次恭喜北京开放大学60岁生日快乐，校运昌隆。